迄张我嘛还袂摕着。大爷还没对，王爷还没，听王爷啥时嗯，这样子，嗯，这样子破掉，对不对？已经没有时间了。乖乖。哎呀，这敏感体。搁一张嘞，搁一张嘞。还在干。这是熟面孔啊。镜头给我。放着就好。放着，毛巾放着，毛巾放着。因为我过来，我就讲我说，脏，而且今天车子才出事的，真是。挂冰箱吧。三张嘛。哎，这个车变恭喜！好，所以上班前，上班前先把体质静一静。嗯。因为他们今天才车祸。带生药。下午才车祸。带生药。好，谢谢王爷。王爷，这个是刚刚那位信众，有一个诞生的福利，这个没有开，麻烦王爷。谢谢王爷。哦，对不起。多多三次，没事就去庙里拜拜。
政坐职。没有，我要给。不干净的场所啊，KTV 啊，夜店、酒店啊，或者是不干净的海，晚上去海边爬山什么都不要的那种地方都比较阴。啊，会去海边，会去吃海鲜的，会去海边。那就是。那休息休息啊，我说，那休息我就上，两天休息我就上。你知道怎么护身，那怎么做你应该做，所以把做的能做的事做足。说画钱阳台那一份吗？好塞哦。好。我们不好意思，请示一下，刚才那位姓董有一位员工，那个福利是需要画在钱阳台那边。他们家有一二三楼，请问靠一楼还是二楼还是三楼？我们靠。好，大门口，我叫。香塔，我都是用香塔。你对。好的呀。加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刚才信众说这个是要贴在门房门的话，那他说爸爸这边看到可能会有些意见，请问有其他的方法吗？还是妈妈的还是爸爸的？一个妈妈。妈妈就那阿姨。我说是妈妈的房门还是爸爸的房门？他们不睡不一起。就要问王爷。不要说，我现在问。还有就是他老爸看到有一个，就拿东西打我。刚刚有跟他讲，在一个阿妈的阿妈身边。那至少先贴着来。不然就贴房内可以吗？真正无法度看镜头。眠床下骹是好，谢谢王爷。他是爸爸还是妈妈？阿姨啊。我觉得我不太懂，是叫爸爸还是妈妈？就刚面前面那个。等一下，帮王爷擦个脸。之后，这个要吗？不用。有点湿哦。
下就好。这不是压箱的，而是一般手机。对，一般手机。压箱机有时候另外拿。哦，稍微嘞，哇、哦，好快哦。工兵旅社，对，那个妈妈，这是一个妈妈，对，就是这一个。有。对，然后书包的。那我看松快。有啊，好很多。刚反过去的时候想要吐。我要再让你连续三天吗？好，连续三天吗？刚好。六十要等。有啊，我要回去吗？没有，待半夜。稍等，我会开壶啉给你。好。哦，啊，先啉。你得爱注意哦，够一个关底的。新生工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